李泰宏代表台西的孩子是有潜力的，哦，只要努力是有未来的，再给他们掌声。一个月就可以把这首最有名的小苹果练起来。谢谢小平大众乐团带来的表演，接着是六年乙班男同学带来的舞蹈表演。是谁？我只喜欢你的。
好，这个奖我们请文生中学的